三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呀呀，对，自古大澳大路通天，过走过遍，难道是你能走得，我连站都站不得么？是啊，难道是我走得，他就站不得么？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。日此大过请。请。大姐，你为何撞我一把？你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事，走路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把。我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么？怎么，我撞了他一把？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再请。请。请。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不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我怎么不想过去？你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，给我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你
我山无片瓦遮身体，小无寸土立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大的是
为妻就不用了。哎，明日满宫乃是天大的喜事，理应速喜速喜呀。哎呀，我不会呀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哎，乃是淮阴树为媒，我要找媒人讲理。我劝你不找也罢。我要找他。淮阴树，当初我与娘子成婚，视你为媒，如今娘子他要上天，你为何不将他留下？你开口讲话，你叫他也无用。不，娘子，当初成婚乃是因在这第三身上，待我再去讲来。淮阴树，淮阴树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他乃是哑木头。
不把娘子不把娘子留。恩爱夫妻难过生，
我。